驴甲边生养殖户捡漏专买残疾驴，一位大哥买了一头拐驴，打电话说是个严重的灾蹄儿，我们出发养殖户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你说好，谁他妈的地下人不是人，你看别我跑这出了，我不跑这吃，这是干的。鱼，你等过来。干活呢，不转了。嗯，咱看这到炖来了，干透了。干透了，对。蹄子成了四四方方。哎呀，这我他这偏重影了的。那，你看这老像老平了，是吧？嗯，这整的货了，看挺疼。哎，啊，脚也掉了嘛，看了吧？嗯，这个掉的，毛病。哟。电视马都拉来吧，那该放心了。哦，那一天就一样，一天一。这咱们县出名的俩。这个店里主要挺的，挺像。一样，一样。要说这正好了，一弄我那要不是光，我这天不是那不是你说啥那个雾不停的上这，啊，就那啥那个大的啥，那客观上上这，啊，客观吧的客观的上这，那客观的说那要啥嘛日本东西。管俺们离得太远。你这多少庄的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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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庄
要五要四，不多不少。就吧，这这人里没有啊，才四十，他这没有啊，那人。嗯。没法。那多少黑面拉皮？这正面。都是皮。这是多没有啊，四十不到。你这都，你都是。俺们没好摘的，这天热的。哎，不行不行。鱼，热天的好毒，这穿的什么？穿衣裳厚了，穿衣裳厚了没法干。这里就让河长一个。这里边这里有几成不着嘞？这我这还想吃，要河马也不少吃。给马可少吃多多。上边可不把它吃到的。就怕它不吃。哎，我这可不怕吃，我这一天叫这蒸一点料，一个人家想吃我也不怕吃。它是长肉的，这里的肉上好了，底下一切都摘了。这里不好，这里你喂吧，这里去年有还我种了，还是不好。啊，过来了。过来。过来，你看这老的搁在那，他这，你看这疼了，他得疼，他一疼了就得疼。他不用两句了，两个花三蛋啊！喂，你这怎么多了？就过来这病，啊，这是吃他要不管，要是我是找人，几次死了？前月死了一人没了，一人没了，一人他没去，他这俺们这嘞，真的。岳峰，嗯，哟，哟，哟。把螃蟹的把刚才的住了。哟，扭了，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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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老病了。我看这个人，我看这家体检都查了，就这样没查。啊。不正常。啊，六十二，卖一百多头驴。
自个儿喂。嗯，自个儿喂。吃都不六十都不算，打那时候要五十都帮着小手劲儿，看着都老了。对的。卷吧，师傅。这卷。啊？四个蹄子，唯独这个卷的厉害，你看这个不卷。滚！滚吧！滚！嗨，恭喜你！哟呵，怎么停下来？怎么走着？